好，我是欧玛。随着少子化的趋势，还有现在退休金都要靠自己存，所以身边呢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都开始思考，到底未来退休生活到底该长得怎么样。因此呢，随着重视这个议题的年龄层逐渐下降，我们特别设置了一系列关于当我们老在一起的主题。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宜兰退休的生活提案吧。有一位在宜兰做建筑的朋友跟我分享说，过去呢，因为他帮很多从北部来的业主，然后在宜兰盖民宿或者是农舍，可能五六十岁经营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到七八十岁，可能真的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呢，因为空间非常的大，可能就是一对夫妻养一条狗，然后两个人使用这么大的空间就非常的浪费，打扫起来第一个很费力，再来是你要请人到家里来也不是这么的方便。因此呢，他就开始想一些，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方式可以让这些退休族在这边有一个更适合的空间，然后来享受退休生活。其实大家想要过的田园生活，不外乎就是梦想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开心农场，最好是经营一间美美的民宿，不但可以有事业的第二春，还可以交交朋友。但是往往忽略大空间整理起来要人命，民宿经营起来又没日没夜，可能比原来上班还要忙。因此我们与这位建筑朋友讨论后发现，若能把民宿及未来的退休住宅结合在一起，退休住宅部分把住宿空间变得精致些，像是两房一厅，不论单人或双人居住，两人想一人住一间或同住一间房，多一间客房让子女来探访时可以住，将厨房及花园作为公共空间规划的较为宽敞，因为通常都是三五好友想来一起住，所以这些公共空间可以增加彼此的互动性，也符合台湾人爱串门子的习惯，未来也可以共同去分担请居家照护员的费用。另外在民宿部分，可以透过和专业的物管人员合作，在退休住宅的住户们也可以在民宿里负责部分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也能带来收入去负担部分房租，这样经营民宿既不会太累，又可以享受经营过程中的乐趣及利润。其实呢，退休生活真的不只是金钱无余，另外呢，更重要的是要活得有价值跟成就感。所以呢，建立稳健的生活风格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听完以上的生活提案之后，是不是真的觉得它是用得到、赚得到又体验得到呢？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加入以下当我们老在一起的 FB 社团，我们将在里面提供更多精彩的文章内容，而且就有机会一起实现这样的生活提案哦。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 stylish 的资讯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